我生完小孩，那时候我住在德国的山边上，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去散步，那时候我老公没在，出差了，我就一个人在那个深山老林里。然后那天呢，月亮正好刚刚出来，我突然就特别想我的老公，然后我就对着山，月亮出来了，亮汪汪，亮汪汪。然后当时我想，这个歌是一首夜歌，是晚上唱的，你肯定声音是弱的，自然出来的时候，突然我哼起来，我希望我远在天边的老公能够听到我的声音。你在思念的时候，虽然你会难过，但是你全身都是滋润的，所以就要把这样的背后的那些情感通过声音表达出来。我觉得唱歌根本不是唱声音，声音就是一个桥梁，它传递给观众的这种情感体验和精神上的这种升华，这个是歌本身的。